的兴奋，特别的自豪。我希望郑钦文能够早日的打入主场，打入那个罗拉加洛斯的主场，我们希望在那里等他拿到大满贯，拿到冠军。十几年前我在边场也给李娜加过油，后来他拿了大满贯，所以说我们看好郑钦文，看好中国队啊，中国队加油。太激动了，这个哎，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第一次，其实得第一次来这个场地，第一次看郑钦文打球，然后这第一场就能看他在奥运会上就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好好发挥吧，享受巴黎，中国队加油吧，没别的说的。郑钦文金牌，今天感觉还可以，就是其实今天在场上发挥，就是中规中矩，尽量不给对手就是非受迫性失误，因为我觉得这在红土场是很重要，你需要有一定的耐心，你需要去跟对手周旋，也包括即使你对高排位的选手，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低排位打赢高排位，可能更多的就是你有足够的耐心。是代表国家，然后我不想浪费机会，所以说我打的就比平常更加小心一点。这当然也是件好事，但同时我要找到一个平衡，因为我希望其实自己在红土场上面的打法在稳定的同时能保持一定的进攻性，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网球方式。我其实很喜欢现场中国球迷给我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奥运会虽然是球员在场上一个人战斗，但其实背后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也包括离不开团队的支持，离不开球迷的支持，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我觉得赢都是一起赢的。